这家里是怎么了？你自己问问你宝贝闺女吧。月月，怎么了？快说话呀！我跟你说多少遍了啊！一群小孩在家点着蜡烛，万一着火了怎么办？那么不安全！安全，安全，安全！你们总是跟我说安全，父母在家最安全，你们怎么不说？哎，月月，怎么能这么跟妈妈说话呢？我问你们，今天是什么日子？你们俩谁知道？什么日子？你问我。月月，我回来了，跟你的小伙伴等着急了吧？小天回来了。我，你二位在啊？哦，哎呀，9月24月月生日。我24号不是明天吗？谁说是明天呢？我这不是明天才9月24。今天就是。哎，小天，哎，好好。哦，那个都怪我。我没有通知你们今天家里有生日宴，主要是因为我被领导处分了，所以有点小情绪，然后思想有点松懈。你还好意思说呢？入境第一天是怎么教你的？服从命令，听指挥。你这不是耽误事儿吗？确实是我耽误大事儿了。早知道我应该及时通知你们，先去讨论警察的基本修养吧。我去姥姥家，姥姥姥爷还等着我吃蛋糕。月月，哎，月月，哎，没事没事没事。我去送他啊！那行，您也别去了，我去哄，您哄不回来，肯定把他送回来啊！哎，哎，你说你月月生日你怎么也能忘的？哎，行行行，都是我不对，我脑子不好忘了啊！收拾东西吧。这乱七八糟的。月月，月月，你等等我。干嘛呀？他们派你来做卧底的？哪有？再说咱俩又不是警匪关系。我就是不忍心让我妹妹过生日，还得一个人孤零零的走夜路。我爸妈倒是挺放心的。没有，你爸要不是我拦着，早就冲下来了。咱俩今天晚上把他俩抛弃了，我带你去个好地方。去哪儿？去了你就知道了。快走吧，再晚就来不及了。不，哎，还是晚了2分。算了吧，哥，我都多大了，走吧。等会儿，你不是一直想坐旋转木马吗？今天一定满足你，等着。开心点了吧？哎，祝你生日快乐！还是我哥好。其实吧，
你也别太责怪你爸妈，他俩工作都特别忙，肯定会有时候顾不上你。我以前在警校的时候没觉得，自从我去了派出所，我是深有体会，一下子就全理解了。行了，你不用替他们说话。月月，我是真的非常理解你。小时候，我对我爸的印象也很模糊。逢年过节的时候，他总是不在家，家里只有我跟我妈。后来我妈去世了，家里只有我。他没办法，出勤的时候只能把我带在身边。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年冬天下着鹅毛大雪，我就坐在车里亲眼看着他出警。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我眼前的这个在大半夜冒着风雪执行任务的男人压根儿就不是什么陌生的叔叔，他就是我爸，他是一个好父亲，他是我的英雄，是我的太阳。虽然我失去了我爸这个太阳，但如果我自己成为一个太阳，他一定能看见我。无论如何，月月，你爸妈现在还陪在你身边，你想见还能见到，对吗？尽管有时候小姨那个人说话容易着急，我一定替你批评他们，好吗？你们现在都是警察，你们仨是一头的，说不过你。我发誓啊，我自始至终都是你这头的。行了，走吧。去哪儿啊？回家呀，难不成真让我姥姥姥爷知道我搬过来以后这么惨？我妹真的是太懂事了。走，回家。我跟你说，我买那个蛋糕是他们店里面新出的口味，中间双层奶油冰激凌加芝士，特别好吃。回去把他们全部消灭，好不好？好，走。什么？我干什么？手往哪伸呢？哎，你把手给我撒开！你看他手里拿是不是你东西？你是干什么的？你多管闲事，用你管？我是警察，跟我回所里。你把手放开！这是我老公，我从我老公包里拿东西怎么了？我看我老公看手机太认真了，我就是想跟他开个小玩笑。你这人什么眼神啊你啊！你在公共场所拉开别人包本来就是你不对，还有你，一直都在那看手机。别人站到你后面偷你东西你都不知道，你们是夫妻俩，但真的碰到小偷你东西不就丢了吗？你别在这义正词严的，你说你是警察就是警察呀，骗谁呢你？我是蓝郡派出所的，我有警官证啊。我警官证丢了。骗子，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你可别走，你说了一套一套的，我看你就是个惯犯。就是，我真的是警官证丢了，你们看。你刚刚还说我包被偷了呢，你现在警官证又被偷了。走，跟我们上派出所说去。走，走上派出所说去。真有你是，你长得是猪脑子啊？你是个警察，让人当小偷给抓了，这还不你自己包庇不推我，这就是给我丢人。上哪呢？你们这是？哎，哎姐，哎姐，那个小耗子让人民群众当小偷给抓了，然后秦锁在里边就骂着。看你们这一脸幸灾乐祸的样儿，你们不是这么过来的？拿回去！你要没本事，
以后就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回来！我说完话了吗？我让你走了吗？进来。秦策找我呀？啊，你呀、啊，你赶紧给他调个岗。秦策，我申请到户籍组，我保证。想得美。所里就这么几个年轻人，还想坐办公室？秦所没让你跑断腿，算对你仁慈了。你好好给他讲一讲咱们蓝郡所的历史啊，让他听一听咱们蓝郡所的前辈们是怎么立下这块金字招牌的，少让他出去给我们丢人。行行行，消消气吧，啊，新人嘛，总得犯犯傻，吃吃苦头。他犯傻，他犯傻，别扯上咱们呀。咱们蓝郡所成立至今，从来没出过这么多丢人的事儿，就你这表现，还想通过见习转正的？狗熊派出所都不要你。你批评我可以，但是你不能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啊。新警嘛，难免会犯错，积攒积攒经验就好了啊，别生气了。啊，对了，你不是说你带他吗？嗯。他犯了错，你俩一块写检查。呵，合着您再给我下套了？你这是罚他还是罚我呢？你要不想带他，就让他赶紧走，我不想看着他。行，这徒弟交我正式收了。师傅，那以后你可得多照着我点啊。放心，我的人我会特殊照顾的。出去吧，一会儿跟我走。是，师傅。这傻小子都听不懂什么叫特殊照顾。您这双套路下的也挺好的啊。怎么了，老秦？不舒服啊？我没事，老毛病了。我看这段时间你脸色都不太好，你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不用，我呀，最近可能有点累。那行吧，快中午了，你赶紧休息一下吧。哎，快中午了啊！不用，我得赶紧回家一趟。时间这么紧还回去啊？你嫂子呀，前两天下楼的时候把腰闪了，下不了床，她又不想让孩子吃外卖，我回去给娘俩弄口吃的。那我陪你一块儿回去吧，给你打打下手。不用，我顺便蹭口饭。行了。数据全毁了。对，这老秦怎么回事？谁让他私自行动的？这个呢，说是底下的一名新警员冒充送外卖的进去摸底时被嫌疑人察觉的。你是说小天？对。该怎么处分就怎么处分。李成，嫌疑人那里有什么有用的线索？据嫌疑人供述，与他们联系的是境外人员，叫拉莫斯。不过，在本市没有查到此人的任何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但可以确定的是，吴欢案中吴欢的母亲接到的诈骗短信就是由这个伪基站发出的。联系境外警方，看看那边有没有拉莫斯的线索。是。徐伟杰的案子有进展吗？现在是各大高速公路和机场都没有发现类似的可疑人员，我怀疑这个嫌疑人仍然留在东州。我们已经派人去查市区各大路口的监控录像了。继续调查，我就不信这个人会凭空消失。散会。老张，你等会儿。夏天儿，辉哥的儿子，不管是谁的儿子，该处分就处分。不是你不了解，了解当时什么情况？你当时的情况不就是夏天犯了错吗？赵海洋，辉哥当年可是把夏天托付给你的。正是因为托付给了我，我更不能心慈手软。是你了解这小子，还是我了解这小子？你都十几年没回来了，现在知道心疼他了。你不心疼？
都是我没看好他们，要罚就罚我一人啊！他们刚来什么也不懂，你少替他们背锅，我这次连你一块儿骂，是我犯的错，跟辉哥、方程没有关系，要罚就罚我一个人。赵海洋，这没你逞能的份儿啊！赵海洋，我告诉你啊，从今往后，出了门千万别说你是我徒弟，我没这个脸。哎，当初我怎么跟你说的？对方是团伙作案，团伙作案，千万不要打草惊蛇。你做什么了？逞什么英雄啊？刘队，别生这么大气呀、啊！海洋，快给你师父认个错。哎，师父，我错了，但我一定会把那小子抓回来。将功赎罪的，你快拉倒吧！最近老老实实在队里待着，不允许出外勤。你们三个人，每个人给我写检查，啊！哦，对了，还有你，你不是愿意替他们背锅吗？你一块写。还有，三个人轮流打扫厕所。哎，刘队，晚上生日，你案子都成这样了，我有脸过生日吗？我。哎呀。哎，辉哥，你说那小子他会不会还在东州啊？怪不得你师父骂你呢，动脑子好好想一想，他们留在东州干什么？等你抓呀！他们抢劫金店本来就是流窜作案，在东州被发现了，第一时间早跑了。煮熟的鸭子飞了，你说你师父能不生气吗？嗨，哟，那么听话呀？你还真写啊？废话，能不写吗？这事儿我认了。我跟辉哥那是受你牵连，谁让咱们是一个小组呢？这检讨我认了。海洋，小弟交给你了。喂，老秦啊，你把今天行动的事儿再详细的跟我说一遍。有人吗？家里有人吗？这是谁啊？这一大早的，这……这头上是血啊！这怎么了？我那车子啊，爆胎打滑，翻沟里去了。哎，你能不能让那个街坊邻居给我帮忙啊？这一大清早的，我上哪儿给你找车去啊？我那些货，你可以拿走，就当是报酬了。哦，那这我试试看能不能找人啊？我试试看。哎，老弟，就是那个给超市送货的那个车啊，它翻沟里了。哎，对，你啊，给他找辆车，最好是一个吊车，给他拉起来，多带点人，有福利啊！哎，这两个赶紧拉啊！来，那边兄弟干净加把劲，帮哥们把那车给扶起来啊！那小英，赶紧啊！辛苦了，大家辛苦了，兄弟们啊！谢谢啊，感谢！哎，注意安全，兄弟啊，注意安全！抓紧了！都倒了，全都倒了！是什么倒了呀？房子全都倒了！哎，乡亲们，糟了，别管了，赶紧回去！快回去！什么事儿不能到办公室再说呀？你说什么？
迅速控制现场，避免矛盾升级，注意保护村民的安全。是，开始。钱多多，你才放出来没几天吧？怎么对打架斗殴参与性那么强啊？都铐起来！铐起来！小姑娘，小姑娘，你在哪儿呀？六一，六一，你在哪儿呀？六一，你快出来呀！六一，小心！领导，我们可是在奉命行事啊！并且是有授权的，刚才可是他们先动的手啊。奉谁的命？谁给你的授权？哎呀，赵副局，张董事长，最近咱们真是有缘啊，这哪有大动静怎么都跟你们博众集团有关系。哎呀，实在抱歉，都是我手下办事不力，这回这不是又给您添麻烦了。你手下说的奉命行事，奉的是你的命啊。这怎么可能？我不会干出这种事儿的。都是他们啊，他们说拿到了拆迁手续，但是没跟我说，所以呢就私自行动了。你看，赵局，我们真没想到事情会演变成这个样。你看，这是村委会给我们的授权书。想办法，别害怕啊！啊！村总在这儿，村总在这儿，自己说说去。来的正好，我问你，这章是你盖的？我们村民大义村委会代表我们授权，是我们村两委乡上代表共同研究出来的。我们村现在已经拆了85%，剩下这几个钉子户就是不配合我们，全村85%的人居无定所。我们村委会也没办法呀，不能因为这么几户就不顾全村人的死活呀。他们这是官官相护，别信他们的。对，昨天盖的章，你们胆子也够大的呀，拿了一个村委会的章就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强拆啊。啊，规划局的章呢？啊，行政执法局的章呢？有吗？你俩张呢？我问你俩张呢？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张董事长，打人是要犯法的，你要逞威风啊，别在警察面前。哎，赵副局批评的对。村民们，以暴制暴只会让矛盾升级，受伤的村民啊先去进行救治包扎，我们会帮你们联系律师和开发商进行相关的赔偿谈判，请大家放心，我们公安局一定会在保证大家安全的前提下帮助你们合法维权的。你拿什么保证？就是啊，你们别有点面前一唱一和的，我们就信了。才不信你们。哎，你要我们怎么保证啊？公开透明，群众监督。对，社会监督，公开透明，群众监督。够时髦的。行，公开透明，我就给你们公开声明。曹慧，哎，曹慧呢？小朋友，叔叔叫你出去，小朋友快。
怎么样？你快看，跟15年前的手法是一样的。初步断定这具骸骨埋在这儿啊，有不少年头了。哎，有没有当时失踪人口的这个数据？没有，得等明天具体的尸检报告出来。先要确定受害者的身份。是。赵局，我刚才发现……怎么了？黄慧，怎么了？先别动他，去叫救护车。是。没事吧？没事吧？真要是不放心，就自己去呗。赵副局长，哎，赵局长，赵局长，就是您刚才给我们的那些个承诺，他什么时候才能够兑现啊？村民们，你们放心，你们呢可以关注我们东州市公安局的官方网站，我们会在官网里面把今天这个强拆事件啊进行案情通报的。哦，那个东西要再过去啊，那就算是见报了，是吧？哎，对，就算是新兴报纸嘛。快速、便捷又环保，哎，你们也可以在官网上面跟我们互动，好不好？哎，互动好啊，怎么样？哎，好，谢谢赵副局长，谢谢。有什么事情啊，就报警，哎，别冲动打架了啊。哎，不打，都回去吧。哎，好，咱们先回去呗。哎，谢谢局长啊，谢局长，好，再见啊。哎，大夫，曹伟他没事吧？曹警官呢？他的腰椎过度压迫造成骨裂。需要手术吗？还好你没有经验，没有随意挪动。他这种骨裂属于一般稳定性骨裂，3个月可以痊愈。好。脊椎骨裂的恢复也是非常重要的，你作为她老公要好好照顾她，把家里的床换成硬板床。哦，我。王主任，有病人。哦，我先忙，我先走了啊。哎，好。梁总，侯尚东来电话，事儿办成了。嗯，知道了。那具尸骨他们也找到了。今天都是好消息嘛。这事儿赵海洋有的忙了，暂时没工夫盯着地下钱庄了，钱要尽快转移走。还有，你通知王超他们一下，不要让婷婷乱走，需要什么都给他。好。上网的啊，弟弟，你怎么来的这么快？别这么碰我！别以为你是梁董事长的红人，我就不敢动你。我告诉你，大家都看到了，这是今天发生在城中村的强拆冲突事件，以及由此发现的一具无名骸骨。这两件事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议论，网上谣言四起。夏书记，刑侦部门已经着手调查，无名骸骨也已经送到法医处进行检验。现在是网络时代了，网上的发案率、报案率也不少，很多网友还通过网络远程监督跟进警察办案。网络舆论咱们不能轻视。卢局长，小赵，具体的情况你们市局得向社会大众做案情通报。请社委放心，
我们已经有了新的应对网络舆情的尝试。我们市局一定充分利用线上线下双重空间，线索没了，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再收集，一定会尽快查清这个案子。王生，强拆事件怎么处理的？博众集团已经和村民协商了补偿方案，再执行了。民营企业家要鼓励，但过度追逐商业利润行为的，要严令禁止。对，江书记，博众集团这块地的拆迁任务，本应该是政府来执行，但是因为执行力度不够，造成了开发商拿到这块地皮之后无法开工，产生了经济的损失，这也是我们的工作不到位，我们也应该检讨。政府服务企业这个理念没错，但企业和老百姓都是我们要服务的对象，一碗水要端平。宋市长，博众集团这次已经很有诚意了，人家拿出了高额补贴，因此他们也损失了不少，这次也算是个教训吧。这次的事情多亏市公安局的及时出现，使冲突没有扩大，之前的群体性事件也是这样，没有造成过度的伤亡，现场处置得当，值得表扬。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治安是最能带给老百姓安全感和幸福感体验的，这也是我们智能城市建设的重要环节，必须作为重中之重。请领导放心，到我们市局挂职的领导方程同志已经逐步在搭建智能警务系统，等有了整体规划之后，我会带他向各位领导进行汇报。需要什么样的支持，市里会全力配合。孙局长，这个孙秘书啊，把刚才所有的事情全都再落实一下。行，你先去。怎么了？师傅，跟您打听个人。谁啊？张伯仲这人怎么样？哎呀，反正让你盯上的人基本上没什么好事的。说吧，打听什么？我跟他不熟，所以想侧面了解一下。人不错，就是脾气暴了点，但是上次颁奖你砸人场子，人家可什么都没说，啊！你看这次强拆，又让你给碰上了，而且碰了一鼻子灰。你还盯着人家干什么呀？我干嘛盯着他？我跟他无冤无仇的。我是觉得他最近啊有点倒霉。确实是。所以啊，那具无名尸赶紧查清楚，否则这块地永远开发不了，而且我们政府部门的工作也没有办法推进了。知道了，师傅。你去吧。方副局，你来的正好，今天啊，咱们得抓紧点时间啊。方副局，我调来反诈实验室的事儿，教辅局没同意。没事，你先坐。回头我跟他说，赶快把这段给写完啊，今天把这完成了。方副局，赵副局那边布置了一些任务，保安这边人手也不够，所以我得见着他俩，实在不好意思啊，方副局。那方副局，我就先带他们走了。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细节我都总结了一下，然后你看一下有什么不服。赵海洋，你什么意思呀？什么意思呀？你什么意思？吃炸药了？我搞反诈实验室啊，你不帮我就算了，
你还给我撤梯子是吧？哎，你怎么说话呢？谁撤梯子了？今天是特殊原因，保安那边实在是忙不过来了，石磊他们才没去你那儿呢。等他忙完了，自然会回去的。少来吧！来来来，你看看这个。你别给我看，看不懂。看不懂，我告诉你，没你事儿啊。你看看这个，这上面是不是有很多闪烁的红点？什么意思？这每一个闪烁的红点，就代表着此时此刻全世界正在发生的与中国有关的电信诈骗案。我问你，啊，你说说，咱们需要多少警力，管得过来吗？更何况，很多诈骗分子把基站设在国外，咱们以往的做法是什么？是等案子发生了，啊，受害人来报案，咱们接警处理。这样就算是把案子破了，受害人的损失就有可能挽救不回来了。我这么做，我搞反诈实验室，我就是要改变这种被动的做法，把反诈实验室搞起来。只有在诈骗发生之前，咱们掌握了情报，才有可能把电信诈骗犯罪阻止在发生之前。不说话了，甩冷脸是吗？行，赵海洋，我告诉你，就算是你不帮我，你一个人都不给我配，我也要把反诈实验室搞起来，咱们走着瞧。哎呀，这是怎么了？这不觉，要不你给他调两个人吧，这都憋疯了，这都。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哦，感情我成坏人。给他人我也得有人啊，不让谁去啊？要不你去？我呀，哎，要不你去啊？我去哪儿啊？你去帮忙啊？就这么定了，有空的时候就去反诈实验室帮忙。哎，夫君，他有他的事儿，我有我的事儿，我这行政一大摊子事儿。刚才还是我抠门呢。哎，再说了，是把你调过去帮忙的。刑侦这没事儿，你不能耽误啊！我是他们那套业务，我什么都不明白。你不明白才要学嘛！他们如果有什么线索，最后还得给你们刑侦啊！回去好好想想，准备准备。师傅，你看我穿这身警服是不是特别帅？跑这么快，你怎么不去参加奥运会呢？我昨儿碰一案子，特奇葩。然后秦总呢，让我写一个报告，但是这报告呢，我怕写完之后我挨批，你给我看一下。警官，你不是故意的吧？闭嘴。林医生，哎，派出所移交犯人，麻烦您给做个收押体检。来，坐吧。治安拘留，坐。你有什么过往病史吗？
进夜空闪耀，绽放绚烂的美妙，穿越无数光年，一直到一直到一直到被看到，一个梦不惧嘲笑，只要放肆的燃烧，朝着希望奔跑，一直到一直到一直到梦闪耀，不止一次跌倒。紧握初心就好，明日破晓，伤痛止不了。